这两个。八十。再想一下。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先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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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到宇谦的频道，我要打赢他，又来啦！第一集跟第二集都有顺利的挑战成功，所以我们今天决定要来点不一样的，寻找一位强大的伙伴，挑战曾经的世界冠军，二对二哦。那宇谦对组队的伙伴有什么特别的要求？一个字，强。不是看颜值吗？就是帅。当然也要干净可爱的不错。这一次从哪里找到这么强力伙伴的？伙伴呢？我是直接从 Vita 陪玩，这里有玩书对决，我直接等级挑选最强的永恒传说，点下去，吼吼吼，不得了！它是可以听到语音的哦。让你们先听听女生的声音。Hello， 要请打传说吗？主打中社补，五路皆可补。要上分的话，找我就对啦。找他就对啦。哦。想上分的话，就来找我吧。哦，这个感觉很有自信哦，而且他后面都还有显示他曾经接单的数量，可以参考。所以你研究了几个晚上，后来同 Vita 陪玩找到一个很厉害的伙伴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有邀请他来。对，那我们欢迎泡泡。嗨，我是泡泡。陪玩上面是叫做 SS 陪玩，专业陪玩。来稍微聊聊，想对你的传说多加了解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我在大概是2019年那时候，高三升大学那时候，有被闪电啊找去当做他们的打野选手。不过最后因为我自己本身选择了升学，所以后面就没有去当选手，这样比较可惜一点。不过我还是非常有信心，今天能跟宇谦一同打败两位前世界冠军。切磋见识，那你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战术上你觉得好讨论吗？战术讨论，看宇谦有什么想法，我都可以尽力配合。那我们第一场正常玩，看看他们的实力有多高。第二场跟第三场再来限制他们。我觉得主要是让我们限制对面拿的角色，让我们优势再大一点。直接指定第三场的时候指定。那你觉得第二场原本是五分钟不能回合，那他们四分钟就不能？可以啊，可以。战术上有信心吗？当然有信心啊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直接出发来挑战我们今天的选手。没问题，出发。欢迎班尼跟星星。进来进来。大家好，我是班尼。大家好，我是星星。你怎么会想找我们两个来挑战这个活动？因为你们很强大。应该是说你已经拿过很多头衔了，台湾冠军也打败了，现在是想要挑战世界冠军。很想哎，但是有点困难呢。你可以告诉我你想选什么？我都玩克里希啊，然后罗尔这种的。星星呢？我都是玩中路啊，单挑很贵。太棒，因为凯撒路的角色都蛮克制中路的，他比较擅长萨迦这种的洛里昂。哇，对，你等一下可以考虑可以 ban 掉。我们能 ban 吗？能的话把中路都 ban 一个。没有角色。那我们开的是五五的地图。没错，那输的会有惩罚吗？输的有惩罚，那我们有一个网址里面有很多惩罚，自行挑选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战斗。可以透露一下吗？可以声音打开吗？怎么喧嚣都没有声音啊？对啊，怎么喧嚣没声音？哇！两个法师对两个射手，我不应该选真的哦，应该还行吧？是的，射手经常看我们法师，把他们弄不能回家就好。没错没错，几分钟不能回家啊？五分钟。OK OK， 这么久。过分了，过分啊！我来玩，这个，那个，这边，来，这边，这里没事的话就可以先回家了。我在躲草。OK， 我在躲草。
三友好，万山师姐。他说别怕，但我有点怕。还是你快一点没关系，你可以冲一点，别太乖。OK， 五分了，对，五分钟。你可以点他、哦。你要跑可以过来。点不死我，他点不死我，他点不死我，点不死我。可以，我冲来，要补还补还补。我说大刀。不急不急，我们先后就好。帮你换，对。你交给你了。Okay, 我回来。他们没清醒。他们没一大招。我是小丑的收场，可以。我在赶场，在赶场，点哪？点再点几下。哎，声音低耶。哎，干嘛？没事。安全。我凌霜，别怕。哎，这个干嘛？我还护盾。被拼到，他们死了。我救，我来，护盾。来弄他，快点，可以。二三，漂亮，完美。所以曾经是世界冠军，还是有这个实力在。所以我们要来开始规定他们。好，现在我要使用丽塔陪玩，找到一位很强的陪玩师陪我一起奋斗，不然我可能撑不过五分钟。班尼跟星星有点太过于强大，但我又很想要打败他们，所以我又更改了我的游戏规则。第二场改成指定他们玩哪只角色，第三场他们不能使用大招，两个都不可以。我们想要指定你们玩摩恩跟奎伦。摩恩我内行。哎呦，完了、啊。那他们角色是跟我们一样的吗？不一样。不一样，他们就限定你角色。那我们倒了。一个哪里跌倒哪里站起来的路线。老丑吗？哦。嗯、可以打到回答。不行啊。我先打。我把兵清掉了。OK。可以啊，你先。差一个。太好了，这次的后打一杀了。还可以回家，这规定怎么那么棒？你们卡车就好了，好，你们卡车就好了。好，再打一下。我们先定视野，好不好？OK。在左边，我去左边。啊，你就慢慢大招回血。没有哦，对，我大招会回血。真的？哎，我不行，我交给你了，交给你。一滴，加油！哎，可以，不要，去死吧！漂亮，可以，差一点点呐、啊。我也是被打了一脸懵。好，第三场直接开始。角色公布了，可以。我们的角色说可以耶。雨谦，你那维拉可以开始出来，那个很凶的，可以凶的。哟，开扁哦。开始在交集耶。哎，快死，没事。维拉，等一下。兄弟。我被那个爱心亲到了啦，兄弟！摸一下维拉，哎，维拉，黄马，用走的，走的，太委屈了吧？我勤劳走路。继续，可以，能回吗？不给回，不给回。后宫。哎，没事哦，换一个人。OK， 先不用打。我不会死。走，我帮你吃。哎、欸，这里这两个，他死，再想一下。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先走。不行吧，前场其实是我们的机会，你要来碰他。我知道。来，给他一炮，一个，来这里，再来。不急，我直接玩他，我狙一个，过来。我直接玩他，我狙一个，过来，死了。我也死了。赢了。两分，所以这次是靠泡泡在撑。Carry 雨轩玩得很好，他打出维拉的一
靠伤害出来。班尼和星星有什么感想吗？是有的啦，有的啦，就是失误了，失误。其实觉得还是可以一搏这样子。他连大都没有。对，没错。那我们现在要来补一下我们的惩罚，用很嗲的声音说：“你好讨厌。”完了。那我们行先进场吧。我想看你们先示范一下。用很嗲的声音说：“坏人好讨厌啊！”坏人，你好讨厌呀、啊！哦，有人。坏人，你好讨厌啊！换我是不是？那我可以领遮住吗？坏人，坏人，好讨厌啊！好 ，OK，OK，OK。那你们第二个惩罚要选什么呢？随着 MV 跳小苹果 ，OK 吧？没问题。4567890新年快乐，好。